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实验，在我手指头的下方有两片夹板夹的铁板，总重量是8公斤。我们要做一个半自由落体的实验。它现在的标高是235公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往上升，请走。我们这次准备往上升3圈。好，我们四圈。好，四圈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标高应该是630。630，也就是630减掉235，我们现在目前是一个4米的坠落距离。我手上拿的是一个松木当刹车器，上面呢钢索跟绳索啊，它们做成一个相互抵消的关系，请看示范。3、2、1、0。好，完成。接下来继续录影哦。来，我们来做一个5圈的好动作。来，请走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的这个叫半自由落体，也就是它带着刹车的自由落体。我们卷了5圈，标高来到727，727减掉235，大概是5米的坠落距离，大概是5米不到的坠落距离。一样，我们做半自由落体的实验，请看示范。3、2、1、0。好，完成。那我们完成第一阶段的实验，等一下我们要绑椅子啊，我们会有第二阶段的实验啊，谢谢。